直接卡痰。安安啊，下午好啊，开台啦。今天我想要把这个破关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希望迷路不要太夸张。いらっしゃい。先来分解一下，我打了一堆乱七八糟的。哎呦！我要来合魂了，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钱，因为我昨天打到一个120，哇，126等的斧头哎。靠杯哦，太贵了吧！干，1700万呢、哦！太贵了吧！干，太贵了，不可能。太贵了，伯，靠腰啊！太贵了吧？换个外观，改变一下心情好了。我觉得还是觉得锤子比较可爱。我们来拿赤硕大锤。炽热大嘴巴怎么念？生日快乐！今年东西会晚点到，抱歉。谢谢。哎呀，不用啦，拜托。订阅哦，那订阅还是坏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哎，谢谢肥 M， 谢谢两个月了，谢谢谢谢。抱歉，今天还是要靠他。小飞，谢谢17个月了，谢谢谢谢。阿贝斯的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。抱歉，那个订阅好还是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怕会漏。章鱼丸，谢谢34个月了，感谢的。谢谢谢谢。快乐快乐，生日很快乐，一直都很快乐。那我把东西卖掉好了，继续努力赚钱。哎、欸，我想到了，我打到一个铠甲。你看我打到一个金吾中铠，我觉得蛮屌的。他是近距离伤害，然后背后攻击伤害，然后近距离攻击伤害还加两次，然后被攻击的伤害降低，然后追击伤害也加，全部都是我蛮需要的。金吾啊，金吾装先留着好了。这个金吾先。切换勾选，这个金吾感觉真的美迈。还有卖出价格提升，水啦！またどうぞ。好，
来来来来破来破，来来来，左哥左和三的武士，来来来，我今天就好了你。你很奇怪哎，妈的那么皮，快去睡觉了。Go！ 左河三城，碎碎碎碎，先打个血刀压压惊。打这些好好赚钱。还有鬼哥，还有。稳啦！没有这张地图，靠腰，三下，车轮啊，你才轮、啊。可以叫血刀哎，被轮入道斩，他出得来吗？哇，他超级！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成功的过来了。Kick Joe 七个月，谢谢。抱歉，今天那个订阅的还是没办法出来哈，所以就是还会你们会听不到声音。哇，我自己也听不到声音，所以，哇操！所以可能会漏，那就抱歉。乱的城哦，干！我有看到，啊哦，無謀な声ばかりが聞こえるな。みんなどこ行った？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？超级敲爆你！哇，里面有霍然伦大军。酷毙了！上锁了，想开还不行。可怜。欸，好妙哦！
哎咻！哇，结果队里什么都没有。妈，确认一下。哇，死定了！打不开啊，这门也打不开。上锁是怎样？为什么我会被打到，你不会被我打到？看你还不公平啊！所以下面都还不能开，那晚点再下来好了。先肥气。要上楼吧，昨天不是还拿斧头吗？我还是拿同一把啦，我只是塑形塑成这个。塑形塑成锤子，我觉得比较来劲。我觉得锤子很好看，很好笑。大力攻同，哎，鬼来了。不知道 Disc 在不在，算了，没时间找他了。你好，哇哇！哎呦！哦，开开！这里真的好乱啊，这张地图。What a mess！ 哎，这是一开始的地方，那我再回去搜索。也没东西耶、欸，这里有路吗？看一下，那就只好再走一波。这里找找看。这里也走过啦、啊。那边走过了啊，这里还没走过。我就知道你他妈的怎么怪怪的。其实那种元素的那种鬼啊，都会配这个鬼头，它目的就是要你先打鬼头，然后武器拿到那个属性之后，干这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这个湖在生鬼头哦。然后你属性对的时候，哇靠！你属性对了之后，打他们，他们就一下子自爆了。不行，我觉得越乱的地图，你们觉得越乱的地图，我就会走越快，因为我跟你们是相反的思维。
那其实不算对你好。不会啊，他很快就可以解决他了啊，这不是蛮好的吗？快插他！哎，我らの城が見る影もない。全てあの男のせいでは。肉护锁链。好黑啊，这里。那是不是有神明的声音呢？哦，拜拜。一介武士，哎呦，干，好痛哦！会这样飞扑的、哦，超过分！哎、欸，房间什么都没有吗？太神秘了。好黑哦，这个墙壁超怪的啦。是不是可以爆破啊？上去再用一次。哦，娃娃，娃娃娃娃，哎，有个坏人，再见。哦，回到这一间，这都是炸药的屋子。
然后就好像没了。好，那路都走完了，可以去走神社开的那个门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思绪异常清晰啊，我看是没有问题啦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了。果然你们越觉得难的，我就越觉得 OK 啊，因为我的思维跟你们 not different， 不是 not different， not same。谢谢，忘记检查，干。猪哥，好久不见的猪哥，探索一下。靠背啊，延迟射击大哥。我来看看另外一边有什么。これが全て人間だと？全て人間だと？なぜこんな場所が？お主らこんなところ。哎，还有娃娃哎，真该下来 ，nice。粪球，水哦！回到刚开始的地方。哎，哦，这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其实这就不用打了。拜拜，下次再来玩。哎呀，臭啊！
错啊！哦，忘记啦。好像来了一个没来过的地方啊，太神秘啦！哎，居然到这里了吗？这么妙！膨胀。太亏了吧！干，怎么都没拉到啊？哇操嘞，这太亏！喝什么？四鬼真的是气死人了。刚那是 Kelly 留下来的吧？就不用走中间了。耶啊，可以这样拜一下，然后走下面。奈山，三小又下楼，妙了吧？诶，狸猫哎！干你老师，知道吧？等一下！哇，这个两个一起来，我没办法。抱歉，赶时间。你好，哇，这里这种地图超乱的。
Yeah.吃吃吃，还在吃。干，又是陷阱，他妈的！哦，看守者的钥匙串，属于啦！啊，靠腰哦，看守者的钥匙串就开这个门了。哎，不对，它是一直可以用的意思吗？哦，很多很多都可以开，碎碎碎碎碎，这样就难撕了。这样楼下的那个也可以开了，超想杀那两只的。可怜。お前らどうやって出てきやがった。やめ、やめ。好爽啊！可以狂开一波。是一个没来过的地方哎、欸。OK。妈的！这又是哪儿啊？好乱啊，真的好乱哦、啊，感觉好多地方都还没去。先去最上面好了，搞不好有神社。干！我的 fuck， 这种鸡掰小洞也太多了吧？啊？啊！靠北哦，三小啊，好不懂哦，这个地图，所以这里是顶了吗？那我要他妈怎么下去？
这上去又没路了。欸，怎么又是不一样的地方？上楼跟下楼不一样啊，太神秘了。欸，你好。太神秘了这地图，不过设计的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可以开了吧？这样，注意啦。哦，他就走这里回去是神社。哦 ，I got it， 然后可以回去开那些开不了的门，这样。应该很多门都可以开了吧？随便乱走。楼下不知道怎么去，这样去应该比较快，直接跳下来。完全走错边，应该走这边。开箱大哥来了。哎，喂，烦死了，黏黏的儿。黏黏的。哎，又在发呆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有氧，有氧。Go home, baby。还有哪边不能开啊？忘记了。这里？哦哦，这不是上去。好像没了。啊，开开 ！Oh yeah！
多喽。双层楼梯找王啊，找王是吧？为什么最下面有那个？出门拜拜，王在哪？找比较有乐趣。好，我看楼梯这边应该是没有了吧？啊，没有啦，楼梯。对啊，今天是来过了。是我拿到钥匙的地方，所以不会是这儿。这里的，这里还没打，哎，打了吧？明显屁屁。是我来的地方。这里不太妙，先走另外一边。
这边也太恐怖了吧！先去另外一边。什么声音？阿妹，哇哇，哇哇！哦，终于开了。哎，碎啦！这么大圈哦，这边。我觉得重攻击、精力消耗下降这个属性，感觉还蛮重要的。还没开哦，我以为是这个门呢。哇操，那不就糗爆了？哦干！干他的！靠背哦！这电的状态也太北蓝了吧！没有迷路啊，我直冲过来的。
的，给你一枪啦 ，bitch！ 哎，哦，门在这儿。哎呀，太好了 ！Oh yeah， 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我中间好像还没绕完。Come on 啊！研究室是不是这么快出来？我还有一个没打爆，稍等我一下。他的日记吗？狂读，狂读他的日记。干，真是很悲惨的。算了。该这里下楼吧，靠北啊，哦，这里啦。开！白痴 Kelly， 哎，是信长哎，是吗？他要复活信长是不是？干，太扯了。You again. I was so close. 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欸，有熊欸，他拿斧头。哇，他把信长带走了，完了。哇，这个可能难打了。漆黑武士，这是谁啊？啊，我一定要帅气的，用一个超痛的把你砍死。啊，算了。那这只真的是极废。牛头天王之斧，这么帅气啊！哇操，130哎，黑色的异国武士，漆黑大铠。
烈火。新切太刀哦，干，还一定要带他的那些东西啊，七个，可是对攻击力的反应刚，好像对我很好，因为我刚点的很高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哇靠！好像不错哎，喘个屁呀、啊！黑色武士到底是谁啊？把脸露出来啦！啊，黑人 ！I dreamt of becoming a samurai, so that I could fight for Lord Nobunaga. 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Fight for that spirit. 为什么会有黑人？历史上。I have met men who have fought, struggled, and died to create a world without war, where people and spirit can coexist in harmony. I fight for them. Nobunaga. Lord Nobunaga told me. Nobunaga told me. Make me a true samurai someday. 哦，历史上真的有哦。But he died before it could happen.It seems you have achieved it on your own. 为什么连黑人都可以有这个灵啊？太神了吧！ I was brought to this country in bondage, treated like property. But then, my lord Nobunaga granted me the title of samurai.My Lord Nobunaga, I couldn't save him, but I couldn't save him. 所以他就守着他的尸体哦。Like the snake man said, I believe only my Lord could rule a world as crazy as this one. But does he really want to be resurrected?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，信长当年还要人擦洗他的身体来证明不是漆料，后来成为信长身边的护卫。干，真的假的？好屌哦 ！He was an exceptional man. None can know his true feelings. 哎，神经病，不理你了，熊给我就好，拜拜。亚特拉斯熊好帅哦，真正的武士。迷柱，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，战国大名织田信长的一位家臣，他也是日本史上一位著名的黑人武士，也是一位铁炮好手。哇靠，太帅气了吧！等一下，我想看那个熊。哇靠！剩余精力越少，伤害增加越多，还真呐、啊！啊，我要用这个熊啊！哎呀，太真啦！精力耗尽的恢复时间缩短，干，太需要了吧，太需要了吧。攻击
伤害加 10%， 近身刺激恢复体力。其实不会更痛啊，因为焰虎的强攻击伤害有 13%， 真伤，近身刺激恢复体力150，近身刺激好像也不错，崩解加干都很好哎、欸，焰虎也很好哎、欸，可是剩余精力越少，伤害增加越多，这点也太秋条了吧？好想知道。耗尽体力那一集到底会多痛？可以先试试看。太凶了！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佐和山的亡灵，这个是魔王要变，130、135。132，先打130的。紧张。不刷漆黑装吗？干！要一直跑去那边刷那只漆黑武士，太麻烦了吧？除非有可以直接刷漆黑武士的，不然。太麻烦了。妮妮修，谢谢24个月，谢谢。看，我不知道刚有没有漏掉，应该有漏掉。Nobunaga， 看一下刚有没有漏掉啊？刚刚没有在看聊天室，刚刚没有看到聊天，没有仔细看到。啊！哇，拉到底了，没有看到。我啊、哦，谢谢三重哥，帅。要整套，我觉得太难了，因为他连剑都要哎、欸。能不能给？他要变成独眼怪、独眼魔，我可受不了。Hello， 阴阳师们！哎呀！哎呦！哇，伤害好高啊！还有，受不了啦，熊哥冲啊！この力がある。